枪。我想问那个汪东城老师啊，就是听说他在片场表情很丰富，那可以跟他来玩个鬼脸五连拍吗？这么突然啊，这么突然，好的，你下来，你下来，鬼脸五连拍，你先示范给人家看了，好吧，大家下，谢谢，一。你不要耍帅的，来试试看，很放得开。你来一个，现在年轻人都是这么拼命，绝对。那我这个前辈也是要豁出去的，来。二姐，加油！刚刚算了，预备 ，Go！ 我这还是有点可爱的，是吗？还可以帅啊！这样确实有点耍帅的，算可爱，可爱，可爱。你要发出声音，循序渐进。好，二，第二。可爱吗？可爱了，可爱了，是下个猛药，下个猛药，还是我模仿你？你模仿他一个，现在现在定住。OK， 那我就来啊。不像吧？刚才 OK 吗？可以吗？小陈，不要毁他形象。还好，本人没什么形象，不然卓威先来一个。卓威先，你这么可爱，不行，我好像包袱太重了。我不需要用这种包袱，我希望你来一个彻底的鬼脸，彻底的彻底。我跟你讲，从广告商搞不好就有一些俏皮的产品找你了。预备，你看他，预备。是新一代的少男杀手，作为鬼脸看起来还是这么卡哇伊，怎么美眉我要开始望尘莫及啊？好，下一个，肩膀上超难，对，太难，然后怎么样？一样的吗？你可以最丑最丑的，不然就，就是你觉得最恐怖的那种鬼脸，看陈翔了。哦，珊珊，你很真的恐怖。早就忘了，我只记得。谢谢您，他忘了，我再来一个。不好意思，来一个，是毁了我形象。啊，你已经没有形象了。来一个，来一个。够。我看，你看正面，我看。这种不行啊，你对他来讲这错啊。你不要放，那就跟第一个一样吧。那什么？那个。就是伸出的，嘴巴是怎么样？嘴巴怎么样？好，翻白眼对不对？对，就是，是这样吗？可爱的啊，你们都可爱。小薰来秀一个，我想地主。他不用学他的自己的，我每次拍照，比方说装鬼脸，大家都还没准备好，他就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对，最经典。好，来预备，定咖定住，预备 ，Go！ 小薰，看你如此不计形象，要是食神开拍第二集，那记者的角色肯定是你啊。好。